来，顺便考大家一下，来从这一开始播放哪个开始讲 ？iPhone 我还是记得在 iPhone。哎，对，来吧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个东西？因为啊，其实不管你是用哪个版本，因为有时候你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，也许你家里面打算用新版本，可是办公室版是2003，对不对？那拿到这个就不能用了。还有就是说，有时候你在嘴巴里面，假设你有插入影片或者比较大的声音啊之类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在带的时候就有可能有问题。你就算自己电脑没问题，可是我今天拿到别人电脑上播的时候，你可能发现说，哎，是这样，我之前的电脑都可以用哦，办公室电脑既然都没问题，影片也播放正常，声音也都正常，可是我拿到别人电脑为什么就找不到档案？那你就要对这个叫做封装的光碟，2002成为本身损伤。好，那封装的光碟呢，它有主要几个功能。第一个，它会帮你把剪报里面没有用到的档案全部收集起来，放在你的资料夹里面。第二个，它内地的话呢，会给你一个 PowerPoint 记录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我如果我用2007或2010做的，那我今天拿2003来不能播。或者甚至那台电脑没有问题，这都是有可能出问题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它内建的这个新闻直接播放。当然它不能编辑了，但是它可以播放，就可以解决没有这些双重管理之间的问题啊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看一下哦，看这个该怎么做哈。您从这边嘛，从左上角这边有没有能够封装成光碟？这里。是封装成光碟。好，那你透过封装成光碟呢，他就要问你哦。好，你看看他问你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你的这个 CD 要叫什么名字？你自己定没关系。但是重点是，你可以把它复制到资料夹，你可以真正的加入到我们光碟里面。”好，那我透过这个方式，但因为我们现在用插入的机会比较少，主要是用在光碟里面，那个资料夹里面，所以你只要告诉你要收集在哪里就好了。来，所以就把按下，他就问你预设上面有的文件夹，好，我把它放到桌面上。OK， 确定。那么他现在就开始帮你收集，我看这里出现的错误信息哦，啊，这个错误我一直不改，我现在故意留下来的。来，你看一下啊，他发现有一个警报，有没有？他说：“哎，你警报里面有一个档案不见哦，你看他原本连接到我这边有一个影片，有没有是 WMD？ 有没有？哎，他说不见了，那你还要继续吗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封装的时候，他可以帮你检查你们那些档案还在不在。”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会不小心，有些档案就没带到，那等到现场的时候出手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好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让检查一下。那如果你确定真的要，好，那我就让你继续。反正呢，就帮你把相关档案收集好。好 ，OK 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真的回到这边了，回到我们的桌面上，这个剪刀录制，好，在这边。好，有没有发现多一个资料夹？这个我们把它打开，你看哈，这里面包装了哪些内容？好，我们剪报那帮我们收集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你看看右上角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PDF View？ 这就是那个剪报的PowerPoint 的材料。那所以万一你的电脑上没有 Office 的程序，可以直接用这个播。那如果你要播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直接按这个 P4 档就好了。他P4档已经写好，也就是说他会用这个程序去播这个剪报。你不要直接打开这个，因为打开这个他就问你们剪报在哪里。好，你还自己选。可是呢，我就用直接用这个它就就好了。那所以你看一下咯，你看我只要按下勾勾，它会开始打开，有没有啊？这个接受，有没有开始剪报？这样了解了哈。所以这个叫做随身剪报，所以。我会建议各位说，如果你里面有放比较多所谓属于多媒体的内容的时候，稍微用上比较安全。或者，你如果是习惯，我们刚才讲的制作图表的，
假设你是习惯是我从那个 Excel 里面把它档案加进来的，你要知道就是你从插入 Excel 档案，请问那个 Excel 档案要带什么？没有带什么，那留言他就告诉你没有，然后你就跟厂商讲到，对不对？他就在讲老师，厂商问我这东西没带到，他就说等一下我看看先。好，所以你透过这个方式，他帮你检查没有带到的，这样就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也在说，因为也许你重要的那个电脑，有时候很多事情忙，所以忘记了，这样就会效果就大打折扣。这个是跟大家说，请假所谓的封装成功的哈，还是连续播放档案也是一样。这个其实它不只可以播放一个，因为不过这种功能大家用在是比较少，通常用在所谓的展示，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那个什么那个。景点啊，或者是一些像科普馆之类的，他们要展示东西有没有？那让它自动轮播。好，我可能好几份简报，那我就利用封装成光碟，它可以把好几份简报放进来，然后在你指定的数据就直接去播放。这个可能大家那时间比较少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讲话。好，那就让大概了解了之后，应该针对这个简报放映的部分。